过，请卢嘉诚委员发言。本院委员卢嘉诚、苏金泉、杨玉新、吴玉仁等十六人，有鉴于国内失智症人口逐年增加，预估到民国135年将高达近79万5000人。少子化的冲击势必使得青壮族群负担增加，政府应紧速研拟因应政策，并广设托老所、日间照护中心，减轻失智长辈家属的负担，事有当，请公决案。本院委员卢嘉诚、苏清泉、杨玉新、吴玉仁等十五人提案，作如下决议。